新女团的选拔标准又是怎样的呢？谢谢。我知道标准哦，我可是有经验的。你在说话吗？要不要我给你来点灵感，来点亮？请问你是七号学员啊？我不是学员哦，我可是首席撑腰官。那你的撑腰原则是什么呢？和我挑选食材的原则一样呀，百里挑一的水果，纯正生牛乳发酵。学员们也一样，料实材真才经得起重重考验。那我知道了，谢谢首席撑腰官小珍哦。创造营2020的学员们，这一次我会追求极致的态度做好教练的职责，也一定会用严格的标准要求，只为挑选超有实力的琼斯女团，因为有实力才经得起一切考验。这瓶超有料的美丽小蛮腰就是给你们最好的撑腰啦。